五月六日，艺人严艺格、杨思琪、陈凯琳及陈法蓉等一众佳丽在尖沙咀国际酒店出席汇演雅集35周年慈善晚会，整个场面热闹非凡，星光熠熠，佳丽们一个个盛装打扮，光鲜夺目，艳丽照人，成为晚宴中的一道亮丽风景线。严艺格刚刚完成音乐剧《风云》香港站的演出，虽然这是他第一次的舞台表演，但他的演技得到大家的赞许，而内地的演出也即将到来。艺格表示，务求在以后的演出中有更好的表现。其实这一次压力真的非常非常大，所以我有顺利的把6场胜利演出，我已经觉得蛮惊讶，然后真的很高兴大家的反应这么好，谢谢大家给我鼓励，然后希望可以越做越好。艺格早前因减肥造成身体不适，他透露目前为了把身形变得更好一些，正在努力做运动，因为健康减肥才是最好的。我觉得那种快速的是可以很快的瘦身，可是复胖又会很恐怖，然后身体也会搞坏，所以现在就是健康运动慢慢的瘦。母亲节即将到来，但对于工作繁忙的杨思琪来说，可能要在工作中度过，但他表示心里是非常想跟家人一起过，哪怕是吃一顿团圆饭也就心满意足。因为一家人齐齐整整开开心心吃一顿饭已经很满足了，因为经常不在香港嘛，所以一起吃饭也是很宝贵的。